瓜饼一包好。我在那边工作哦。没啊。啊，你无吃啊？卡吼。有啊。我叫云腾来。对哦。他有吃药啊，他应该有吃药啊。他有固定的吃药。他有固定的吃药。我要先吃饭。我先吃早餐呢。卡比政府较贵，你卡十公斤尔，一箱十公斤，阮是2000啊。啊，因政府哦，一箱十公斤，阮只个超千五尔。啊，政府人敢那迄个人咧写写法。对啊，政府十公斤，十公斤，你个少，啊，你十公斤尔，阮就2000啊。十公斤啊，1500尔，我那个。起码几千块不吃啊。我们那里也吃饭哦，而且我们自己吃，买多少吃一份吃的哦。我买一只，买一把，你好呀，买一只买一把，大只的哦，你个大只的啊。卡卡卡。你个大只的。我带你，带你中国来。我天哪！带你哈来带去要几多钱啊？三百。你笑哦。500，还是三百？三百。你讲。刚刚大概来用安尼嘞，系对嘛嘞，落来啊，像一个对我一带，我下来再贵一点，你看你这朋友该就会不用熬夜了。沉重好未啊？老师兄，沉重无讲了，太吃袂落啦。这边要抬，我抬，这样自己我抬。你不要抬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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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喺佢凌晨啊，睇佢真嘢睇下佢出嚟，你都冇完嘅。係啊，我睇出嚟啊，有佢同你病翻出嚟。我點解又講？啊，你講冇嚟，哎，就跟進嚟，跟進嚟，好喎，嚟兩三街。有啊，出國啲咁樣，到時。咁我同你講，我為咗講，我只係咁慳下錢啫，冇平。唔該，阿你都短嘢，得嚟得住個正，有冇？这压力都大哦。有啊，伊，伊是做仓库的吼。知啦，伊是啊，出去凶啊，伊，伊做工事的吼，有时啊工资啥话无啊钱啊。伊有阵时啊装钱，迄个。工钱款啊，工钱是唔够啊，工钱款无来啊，那刚好你啊水就嘿啊，你啊如果做侪，一个你看一个种，一个一工啊3000，啊一个一房啊大房，你了一个要领，迄是。以上诶，一个年一届呢，咱才十工年一届是一万年一届啊。做我先做安尼啊，无人咧一个年啊。十工就头十工年一届啊。那我是哪个辛苦出去啊？对啊，啊工当然可能无来着，伤大啊。来伊搁看厝内现金钱嘛，先欠超2000万。卖咩后边讲？我签完，刚未刚，要签完就行到，行到个要敢为门口店要。门口拍开，行到因厝，那街头安静。你到门口，街到暗。死鸟飞回去，你唔知哦。啊，头都摆用行未到。系啊，平时都系整体未落。我厝内多金牛。礼拜天有啊，礼拜天有卖啊。骨条拿不到。我认为是条啦，是条。破条啦，你讲一只啦。
拿不到。有气氛啊。哎呀，你刚才是文字文字的。哎。你等我吧，两包梨给我了，两包梨给我。啊，你睡着了对？啊，睡着了对。大姐讲准睡着，穿五了啦。嗯，我睡着了。我姐妹自己啊。月薪三万找护士，不可能找得到啊。啊，月薪三万有啊？我叫我看我一个月一个三万，一个月。你买个白色实实在啥咯？赚你个水！对啊，六千五百。六千五百。是新房这边嘉义是没有，有啊有卖啊，为什么说他没有卖？是六千五百。嘉义开始播很久了。六千五百啦，今天两千人。我六千五百。黄鱼的，四只够吗？四只，未使提两只吓。二个，哎，哎呀，好啊，哎呀。你有鱼报吗？应该是小鱼刚刚有。没有。四百五。有今天有葱抓饼，那个现在护士这种新护士，你开三万不会有人去呀、啊。啊，什么？你讲这四的？五的啦，五的你三百，五的五百啦。因为护士的压力很大。边头去了，哎，侬看到底，这边头去了，哎，到底头。护士要扛的压力很大。因为他扛上面的医生在骂他，然后他扛值班的辛苦，因为他要值夜班，他要还要顶住下面病人对他的不友善。嗯，这个苗子够低啊，几多低啊？五百啊，这四啊五，四啊五，高哦，这个买什么？护士没有四万五，我觉得找不到。四万五，人家勉强会去，才勉强。没有四万五，我觉得找不到。那个哦，那个哦，今日哪招啦？系啊，个人讲不起，我唔知。啊？唔知又唔知，个人在度。葱抓饼有两包好。我一千五，一千五，两包千五啦。放掉个没有啊？拜拜，好家伙！你好了，有事情啊？年轻过台了，过台了，过台了，没过台了，
啊，社会嘞，讲社会嘞，真饿啊！来个黄牛啦！来个社会啊！青鸭有两个哦，是啦。唔止有两个啦，无两个啦。有两个不是啊。林顺达，你无想着我，你再去想看卖啊，想着了。哎，卡啦卡啦卡啦卡！助理涨六万了，好贵哦！你涨百两？那年终奖金一个月吗？就是可以在一年大概七十。会吧？加一年才80万呢，好累哦。还是第五站。我可以来。而且一年80万，缴税。你今麦还要缴税金？几百啊？还拉几百块？我几百啊？哎，还拉几百啊？石昌达，石昌达，拿错了，拿错章了。啊，毕姐，我刷屏，我帮你留两包 ，OK。我是等别人的哦，唔是你哦，别人的这种是请人，你硬偷的。有别人的。快快快，有啊有啊。不会摆的。哪只哦？你请我单条。2000哦，2400啦。2300啦，不要讲啊，要钱不钱啊？不要不会的，规规都真牛啊！不会，规规都吹牛啊！没有，那是大只，那是金大只啦！看下，两三倍，那是两千里啦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了钱的只啊！哦，大只可能无人买好像你啊，老下下哦，去下无解赚钱，这买唔到的啦！买一千买两千大只，当作一四城市四号，我都想来你家四五只啊，阿仔。行步尾，系啊，行我如果上那从隔壁安尼走，我当作是从隔壁安尼走，只一个只尔，系啊，叫行我如果上四起都玩啊，我迄度大车大只，我知，行我用一尾尔。2000里袂，日日也无啊啦。你睇等你睇睇，若无我都倒咧，起来我个人倒啦。阿妈俾你一把好。哎，那个水，那企业变矿买来也无，也无钱免钱啊，是啊。哈哈，真正是大车。我太太啦，2003我的太太啦，他今年啦，条又太太又钱都倒起来，无多啊。先上一定有人要买，但是就没办法拿。我办好了借。老实说，兴奋就拿走了，那就没办法。当护理长，每天晚上不用在护理站值班，护士要值夜班，但是护理长要扛责任吗？夜更，你家里面开？在家里。无共啊，较无啥共啊！啊，你种诶，除非你到时啊，你看你，你正伊个乃是咸鱼啊，你只是伊个感觉咸鱼无共款。不知道咧。护理长。不是咸鱼啊。有人说，有人会误会哦，护士不是服务业哦，护士不是服务业哦，你不要以为说什么，有些人会对说我护士态度不好就生气。
护士不是服务业。头家在遐咧，甲你看的，你甲开台，伊都要甲你开，就甲你开。会吧？啊，伊在后靠哦。我会靠咩？无靠。伊甲你抬啊！伊甲你抬啊！哈。哦。好啊。啊，可以啊，不去啊，不去啊。哦。哦。超级，这是办法的啊。会吧？愿意靠去，退一退。哦，松一口气。哦。头家伫遐甲你看咧，松一口气哦。啊，你无甲讲说说食是咯，啥物咩？一大只买出去就好啊，细只到细只到解决。哇，你会使解是嘛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袂去食起？讲到护士的问题，永吉小姐，你看进一个，我叫个进一个，我等下看表出一个。你们后日排咧啦，后日排出一个。民国节哦，会使会使会使，你叫咧，会使，你讲嘛，做孙啊你。放。讲到护理长那个，那个。陈玉杰就好多话可以讲，讲不完的事。抬呀抬呀，不要理他，不要去，去捡青菜啊！今天随便的，没关系的，这次卖出去就好了。好，和风 OK。这红条应该无人甲你抢，迄卖就应该无人甲你抢哦。嗯，无人敢买。可以甲你出货。最近种时期无啥人敢买红条。你看伊青的，敢那红烛过的，食伤。食伤好，这只红条食伤好。真的。一下讲红烛粿，我本来唔那看，我计是红烛粿，要看靠，红条。大志早。上班，我觉得上班都很辛苦啊。我以前也是上班族，我上了26，我上了5年的班，上班真的。会常常很无奈。我是从来台中以后，遇到了另外一个同事，那就是跟他一起东搞西搞，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脱离上班。其实我从大学的时候
我从大学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不上班了、啊。我大学的时候就在网络上乱搞、啊。搞赢吗？啊，你们不是来了吗？到了吗？他都鬼鬼，不得没？他和晚上值班会遇到鬼吗？会吗？不太会啦，因为他们都不怕。大亨，我跟你讲，护士不怕鬼，护士是怕被家属骂，他会生气。鬼这件事，我觉得他们会觉得人比鬼还麻烦。汤屌清蒸煮汤，对。医院很阴，没关系啦，因为护士是属于做工作的事情，还好。你会管理？我跟你玩很多了嘛。你们在倒啊？我在倒轮啊，欢迎。过来喝白倒的没？我今年开一过，就反正不能开几次哦。那三十几斤啊，开到无？那未晓开啦，哦，头晕啦，真嘞，缩个头，冻袂冻到要烂去啊！对啊，护理长，哎呦，玉姐应该也，我你觉得？那什么鬼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应该就算没什么，对不对？会让你生气的应该是那种恐龙加死在那边撸，然后要求你做没办法做到的事情，然后都觉得自己最大，为什么不来帮我？为什么不来看我？OK， 啊，到了啊，好，谢谢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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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家属不理解。你看，就是我都不问你啊。干那个炸弹，你都不理解。对啊。我这老杨那边的。老姨。你没包。你没包哦。嗯。